荣耀 Magic 2， 荣耀 Magic 2采用 6.39 英寸的滑盖全面屏，屏占比为 91.5%， 搭载了屏下指纹和人脸识别两种解锁方式。配置方面，荣耀 Magic 2搭载70980的处理器，6+128GB 的存储组合起步，电池容量为3500毫安时，另外更有40瓦的快充、智能语音助手、悠悠等多项黑科技，做到了真正的颜值实力双强。8+128GB 售价4299元，在某东的预约量为44万。第二款是 OPPO R17 Pro， R17 Pro 搭载了一块6.4英寸的 OPPO LED 的水滴屏，拥有2340×1080的分辨率，屏占比达到了91.5%。支持人脸和屏下指纹两种解锁方式。配置方面 ，OPPO R17 Pro 搭载了骁龙710的处理器 ，6GB+128GB 的存储组合起步，电池容量为3700毫安时，支持最高50瓦的快充。拍照方面 ，R17 Pro 搭载了1200万像素+2000万像素+ TOF 3D 摄像头，拥有 f1.5 和 f2.4 的光圈，同时搭配了 OIS 光学防抖技术。8+128GB 售价4299元，不过在某东的月亮才2.5万。不知道各位小伙伴，荣耀 Magic 2和 OPPO R17 Pro， 你们更喜欢哪一个呢？